这又是哪个天才李信发明的逆天玩法？给他一个强谱灰飞烟灭，再给他一个大招天崩地裂。打完这把我感觉很不对劲，于是训练仪器试一下。不行，开把实战压压惊。我发现这新赛季李信当射手就像那羊圈里的狗，特别能吼。对线站坦不好打，但对线射手那妥妥闭着眼打。然而让我感觉到不对劲的还有他那拆塔速度，三分钟边路一塔，四分钟中路一塔，五分钟边路二塔，感觉这铭文带了三十个拆迁对视的，没有人性啊。注意看下路发现了一只野生典韦，上去两个平 A 给他收了，不过对面也不是吃干饭的，马上就支援了过来。看把曹老板给吓的啊！我不打了，我走了哈。一开始我以为李信做破晓，那简直就是在胡闹。后来才想起，这新赛季光信的强普被判定为远程攻击了，也就是可以触发破晓的被动。接上中式和无尽的暴击率，比对面五个人水压加起来都高。目前为止伤害看着还算正常，直到破空这件装备做了出来，气氛就逐渐变得诡异。这时候对面三个人还是满血的。